阿弥陀佛，那三口红钟终于响了。徒儿们，又有外面的老爷们过来了，给我带新宝贝了。我看不见样貌，但我能闻到那股骚味儿。莫非是你？你回来了！定是你把那袈裟藏起来了，快还给我！Thank you.
今年270岁，空乘了几百件袈裟，怎么得有他这一件？不！光之光魔，那袈裟我不要了，不要了！你们别烧，都别烧啊！照，当年大圣从广目天王那里借来的神器居然还在这里，你想必是超度过那个人了。哎，缘起缘落，只因多看一眼。天色不早，赶紧上山吧。曹鲁大，来错地方了。
百年了，我重建了观音禅院，规模比之前的更大。那些葬身火海的僧众，化为孤魂野鬼，在这黑风山间游荡，是我亲手将他们超度。我甚至把那些经书残卷一一复原。但我知道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找上门来。好吧，天来寻死。不通遁迹之法，也敢欺吾心动。跟我来山顶会会。他这巨型散气之术看着花里胡哨，实则不难掌握。这黑风怪学艺不精，去了趟南海也不见长进。他刚才的几番变化遗留了不少元气在此，正好小老儿收些来用。行散气无痕无迹，里面门道大得很，自己慢慢领悟吧。